小腿膝盖窝的位置，然后去踢屁股，这压根是小腿的事儿，大家是想着大腿，还是想着大腿去抬，所以这样你们会很累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很累，而且还没有效果。我要有一个很快的腿，要有一个很好的效果。对，五六七，来，按腕，按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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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按腕，腿，按腕，按腿。如果我们这个时间再处理的再少一点，可以做出更快的腿。And 腕，按腿，腕，按腿，腕，腿，腕，按腿，腕。啊，腿啊，哇，啊，腿啊，哇，啊，腿啊，哇，啊，腿啊，重点是我们踢屁股，而不是这个腿要抬多高。啊，不一定腿要抬多高，来，再来一次，五、六、七，来，啊，哇，啊，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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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哇，腿，啊，哇，啊，腿。如果我们这个时间再处理的再少一点，可以做出更快的腿。And 哇，啊，腿。Two, one, 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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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, one.